板鸭是谁啊？板鸭是有来来，你说板鸭这里吗？这是布洛尼亚，这是白鹿，那板鸭是谁？好啦，我们先抽。哎，福尔，福尔来，福尔来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你马上就可以抽这么多了。嗯，他有送啊，那个信箱，信箱，信箱。都也可以哦。哦，对，应该都有。0.6% 几率，所以含保底是2.08%，反正抽到五星。我就留下啊，没有抽到的话，我们就去雅福。我觉得机子很棒，我刚刚用了他的大招。真的，可是他们都说布洛尼亚跟那个白鹿，哎，哦，真的板鸭就是布洛尼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名字怎么说？白鹿跟帕德吉德吉哦，后面那个男的就板鸭等于布洛，为什么？好，抽吧。这样我只能抽16次而已，20次而已，2%的。几率是吗？0.06%，对啊，0.6%。哦，崩山的梗哦，阿弟直播明天啊，机子大招很帅的，超棒！我抽这个人元神没歪过，好吧，抽就对了，来吧，抽吧。啊，好，0.6啊。0.6，20次。你有20哦，有20张。嗯，全部都抽这边了，你们要抽其他？他这个好像只能抽这个地方。哦，对，这个地方其他，哎、欸，这里也可以抽哎、欸。可是不一样，这是新手，这是新手的。哦，对，女角，对啊，女角虽然烂，还是比较香。50抽内必中一只五星，反正就哎，刚刚有人说什么50抽中6金，是不是啊？20次什么都不会到的，不知道哎、欸，就抽了。我试试看哦。我可以问今天到几点睡吗？睡到几点吗？我今天下午2点多，下一次就起床了，就跟观台的时间，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OBS 就爆掉了，所以我就没办法跟大家说拜拜。Hi Gary， 早安。来吧，好抽吧，加油！嗯哼，先抽10只看看。嗯，就抽了。拜托，我也不知道它特效什么，也不要跳特效，看一下。一个五星的，一个五星的，一个五星的。好，抽喽。好像男角哦，哦，好啦。一。好，十抽数字。会不会有特别的特效？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懂。有重金我们就留下哦。没中我们就去雅佛，我就重新再一次加速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啥、啊？所以这就是那个，刚刚那个是装备吧？哦、啊，所以现在就是没有，现在就是零。啊，全部都是零哦，大家都说零。嗯，大家都说零。开文光出票，有出票会虎，等50抽再说哦。我50抽要抽多久啊？50抽大概多久可以跳过了、哦、就没有东西了？没有，刚是紫色的光。哦，要不然再一次。你再抽一次、欸，没有角色，就一个人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下面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什么光锥放光锥？哦，这才是光锥哦。那、啊、刚刚那些什么？锥。那刚刚这些东西是什么？这也是光锥吧？哎、欸，对，这也是光锥。嗯，很快啊，好啊。所以我们只抽到一个人、啊。嗯，只抽到一个人。哈，还是个男生。那就再来一次。开拓15就可以抽完50，好啊，我们就把这50抽完。如果这50抽完都是垃圾，我们就去雅福啊。如果50抽完有抽到好的，那我就留着喽。来吧，再一次吧。好，再10次哦。嗯，拜托给我来一个妹子。两天各花2小，所以一天花4小。这样子有吗？有颜色吗？没有，很像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说会糊，主要是。对啊，我看不出来，紫色紫光。音乐会哦，紫光。然后必中一只金四星角色。哦。对，直接跳过了就没有。哎、欸，下面那什么吗？好像给过了。哦、难过，哈哈。那刚给过的东西，他刚刚有换一个东西给你，他有换、啊，那我要怎么升级他？好，我就继续，好吧。哦，他换成 OK， 因为刚才不一样，一命哦，就是一命了吗？我现在完全很不懂，所以说，我们刚刚抽完的话，星魂界面啊哦，有了哦。终结技每冻结一个目标，回复他的6点能量。哦，懂了。重复的生命。在战绩哦，等级6的话，进入战斗中胜率最低的我方目标强度等同于3月7。干这个，我一直把它当成日期。24%，320防御，终结技等级加2，最多不过天赋反击，每回合可触发的。次数加1，我可以触发2次哎、欸！有了！感谢，有了！好了，来吧，
我们再一次十连抽，如果这一抽没有，就决定我们要留在这里，还是去那个地方了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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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。商店兑换，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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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有了，160，所以我只要再买一张就好了。只要再买一张新鬼，好，直接买，就不用想太多。好了，那就来吧。哇，这感觉花下去，如果这个要花下去，很可怕呢。唉，好吧，0.6%，福人你再来一次好不好？真假的，我抽再一次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大不了我们再去雅福再重抽一次。我应该没有，累。这边说换雅福，换雅福，换雅福。10次吗？就十次，就一样。你要试试看嘛？没关系，给你抽。好。之后如果要玩的话，抽的机会多的是。好，五星的，加油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喽。好紧张哦，看大头有没有办法留下来。嗯，就都可以啊。好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3、2。现在没有变。音乐听起来是一样。嗯。好吧。看他后面的光吧。啊，紫色的。好吗？什么都没有，0.06%哎，哇靠！跳过一下，看他抽到谁。没有，连个角色都没有。没有。哇靠，这太恶了吧！太难了吧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是1.16%，装备消灭目标后爆伤提高24%，三回合就这样。为啥不先玩7天再抽吗？我还要玩到7天吗？我们就这个时候就决定要去那个雅还是去鹿了？不是去鹿啊，不是去鹿啦，那个去雅还是去台？好啦，那我们去雅福再来一次，这刷蛮快的、欸。如果是我按这个吧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补到160哎、欸，要补到160才够，我还少一点点，要氪金吗？可以氪啊，可以爆氪啊。我叫小月，好，我还没加好友，要至少160才可以再弄出来一颗，刚好可以换30抽。刚刚有一点点呢、欸，可是哎呦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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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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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，来吧，福尔，再一次，再30抽，再30抽，社群点啊，对了，社群点有50，没关系，160就够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嗯，再30抽，再一次吗？嗯，好难啊，能不能出一下，拜托，60抽一个都不会中吗？你抽10次，我抽10次，都给你。我刚已经很失败。不会了，不会了。好吧。来吧，来吧，直接直接。好，直接来喽。嗯。五星的。嗯哼。然后一个妹子加油。嗯。我的头。没关系，亏一点没关系。有糊糊的吗？刚那什么东西？刚是不是有个任务？哦，对，那个直接锁了。对啊。你刚刚也有。不知道啊，有吗？嗯、欸，你跳那么快啊？哦，因为我你不看那光。我想说是后面那个光哦，我没看到有彩色的、哦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快？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啦，比刚刚帅一点。哦，可是这也是那个啊？是什么名字？哦，这是那个光锥。好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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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可以再次哦。嗯，就抽吧。哦，成就了哦，成就，成就。好，就是首度花钱的成就。有抽到金去抽普值比较有省。票刚才就是成就票的彩米，刚有吗？没有。是吗？他说票会有彩。真的假的？都没有哎、欸，是50抽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没有人、欸，连人都没有哎、欸。大头抽一次。哇靠！不是吧？这个游戏有那么恶心哦、喔？大头抽一次，看太夸张了。我换一下，太扯了。可以换什么？这个啊，刚刚。哦。对对对。哎、欸。啊，360，这个这个这个，4张。然后这里，哎、欸，这样加起来几张？哎、欸，8张嘞！哎、欸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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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头抽一次，大头抽一次，拜托。加头布，加头布。好。剪刀石头布，好吧，你来了，你呢？哈我觉得我很衰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好吧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、欸，如果出了就是就最基本的一支影片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其实这60抽。其实这60抽就可以算一支片的啦，老实说。0.06也有点难。嗯。
加油加油加油，拜托拜托拜托，我要五星五星的，拜托拜托。六十抽哎、欸，有这么难吗？0.06%，0.6%。好，按照几率的话，应该随便算啦，36%。按喽、啊，按吧。加油加油！而且连角色都没有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刚刚连角色都没有，两只都没有吗？两只都没有，两只都没有，都是那个光锥。傻眼。你就上吧，加油。嗯哼。3、2、1。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好像没有。很像都一模一样、啊。我想看他后面的光会不会换颜色。没有。三次都没有。哎、欸。哦，有人啊，有人 有人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已经20抽了，刚刚20抽超快的。就这样。哦，没了。我们60抽就两个绿的，两个紫的。啊、悲伤了。难怪大家要刷手抽。难怪大家要刷手抽。干，好可怕哦。怎么那么可怕？天哪、啊！欸，这光锥是什么？那得是走哦、啊，这个光锥也可以强化哎、欸。光锥强化是要给他吃卡就对了哦。五星票还发光，50抽保底，哎，就是想嫖出来啊，对不对？欸、抽到谁啊？嗯嗯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给他到这里了。干太夸张了吧？哎、欸，一个都没有哎、欸。翡翠说新手是50抽必出一支，虽然说我也非50才出，但有蝶影才有五星。有人新手出2金，还是我们再抽一次？这能不能三角啊？其实还蛮快的嘛，刷手抽的速度还蛮快的。能不能不用创账号就可以刷手抽？谢谢咱们的翡翠。这个是，有了，我们又可以10连抽了。好了，今天我来。这一次我来，有转圈吗？现在又转圈了吗？毁灭战士、巡猎刺客、制式法师、协同、童鞋辅助、虚无咒术师、对面上 debuff、纯护坦克、丰饶奶妈、球形关节就是香、送你玩的黑塔。哇靠！等一下，这句话。好啦，今天换我来，有没有机会？啊，算了，也剩几次了啦，也剩几次了，也剩几次了，有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是不是没有？零对不对？哦，追击云转圈圈。哦，谁？我以为说 YT 转圈圈，是不是又是零？干，不是啦，真的要保底了啦，保底了啦！而且连个角色都没有。巡猎刚说什么刺客是不是？哎，算了啦，反正玩游戏都是保底命啊，对啊，早就习惯了。还有两张，我们再练上去。他说要几点啊？几等啊？15等哦，15等哦，有没有残影？有残影就有金卡。好啦，来吧，福尔、啊，最后一抽给你吧，10抽，50了吗？50了，绝对出金，只是会不会出我们要的不知道。你要哪一个？就他们都说，他们都说这个叫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布洛尼亚。他们一直有一个词叫什么？布。我忘记了他们真的有讲什么。然后白鹿听说超香，对，这一只听说超垃圾，可是很像也有人在练，反正就是买下去就对了，有抽到就练吧，也不会去刷手抽了啦。啊、好紧张啊！对，不会刷了。啊，板压啦，对啦，板压啦，反正不会刷手抽了啦，就这一只就定了啦，就定了就定了。我要求不多，妹子就好，谁都没关系。好，抽完我们就先睡觉吧，各位。所以代表，嗯，好啊，就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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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板压，好，那我们就抽，你就抽吧，抽到板压，好，板压或白鹿，哦，好，他们都一直推这两只，一定是鸡子，我只要说不要棒子就好，好不好？不要棒子就好，不要棒子就好，谢谢喵喵，棒子就3张，不用了、啊，不用了、啊，不用到3张啊，就摸摸完，3个棒子还是2个棒子？3个棒子。年轻也是哦，应该也是，应该也是。我先下睡觉了，电脑好烫，晚一点啊，晚，还是应该等个5分钟，我们就要结束了。好，我按了，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就结束了。看我们最后抽到谁？好，加油！剩2个赞可以破百赞，感谢各位。如果能够破百赞，我们马上……哎、欸，不要不要这样啊，随便。反正如果你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个赞，现在就98个赞，再2个赞我们就可以破100赞了。我们有没有机会？
好，就抽到。哎、欸，这两个妹子加油。嗯，我抽喽。嗯，抽吧，抽吧，抽吧。三二一，加油。这绝对金的嘛，金的特效先看一下。哦，有光晕啊、哦哦，懂了，懂你说的意思了。金棒子的绝望吧，谢闪电，这个金啊被吹走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啊、慢慢点，慢慢点，慢慢点，慢慢点。还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还是留在最后，故意的。哦，啊，只是没有在板上。有有有在上面，是吗？可是没有人讲这一只。有鸡子，大家说超烂嘛，然后另外两只说超香嘛，啊，这一只嘞？哎、欸，没有人说这一只。瓦特，瓦特是谁？那、啊、这一只嘞？有没有人可以说一下？我不熟啊，赚了！这只是谁？这只是谁？有男有女，是狂战士克拉拉，超级强。可是没有人提他啊，整个直播没有人提他啊。这一个还行哦，就是不强也不弱，没有到神废。这只超强，反击防守反击流哦，代替主角，后面机器人比较强，搭三月七哦，两个都是反击的哦，反击队，反击队 哦，好险是妹子，哎，还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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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怪大家都没人讲他哦，还有一只哎、哦，你继续抽，你继续抽好了，会不会出现双蛋黄？如果出双蛋黄，这边就会尖叫了，对，嗯，这边就会尖叫了，还没，还没，都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应该不太可能啊。模拟宇宙的神，这女生不重要，重要是后面那一根，后面那一只，很像是没了齁，感觉应该是没了。哇，可恶！哇啊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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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他可爱，重点是他可爱。啊，这个是这个票我就留着，这个票我就等十抽再抽。你抽完就没了？没了，他就是变保底池了。哦，这应该是保底池，常驻池，常驻池，对吧？啊。就这样，抽完了，好吧。